千纸鹤的寓意。千纸鹤是代表你对背诵的人的祝愿，每只千纸鹤承载一点祝愿，最终成为一个愿望。在婚礼上，千纸鹤寄托了人们对新人幸福美满的美好祝愿。在祝福新生宝宝时，送千纸鹤也代表了长命百岁和好运。把千纸鹤放在家中，寓意保佑家人好运平安。不同颜色的千纸鹤寓意不同，红色是吉祥如意的象征，黑色是庄重的象征，蓝色代表宽广忧郁，黄色代表温暖温馨，绿色代表生机勃勃。在中国人眼中，千纸鹤被视为爱情守护神，他们会把爱人送的千纸鹤随身携带，甚至比自己的命还重要，寓意非君不嫁，非卿不娶，一生一世，一对一的爱情。